作为演员呢，他从来不被任何角色所限制，在各个角色当中呢，他切换自如，不停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提升自己，成为靠实力说话的演员。戏里戏外的他非常的恬静但又出彩，温柔却又有性格。袁冰妍也用本色的演出呢，带领观众进入他的演员世界，体会着人生的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。好，谢谢